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系列。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各位介绍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圣人的出世哈。这个四大圣人的出世其实也是在神的安排之下在西元前500年前左右，那就是以释迦牟尼佛我们非常熟悉释迦牟尼佛呢他出世到现在2500年了，就西元前这个500年左右呢他这个下世哈。那为什么我们讲神安排的四大圣人的出世呢？其实人类在释迦牟尼那时候已经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的话人心其实已经很败坏了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各位想想看，2500年前那时候是一样哈，在印度那边也是一样非常多的战争哈。事实上人类的一个文明史，因为三界颠倒嘛，胜者为王所以很多改朝换代呢一批一批的生命，一批一批的神下来呢，改朝换代是以杀戮的方式胜者为王这个善谁的武力系统，谁的智慧武力系统，事实上人在算计的是这部分，但整个天象都是神在安排。人类嘛，人类的无名史呢，在创祖讲了大概一个5000年左右是一个无名史那无名时代结束的时候，总是会发生一件事情把全部的人类呢做一个整个处理那就是说因为生命不死嘛，还可以再转世。事实上神一直在安排这个剧本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谈到这个千万年的轮回中事实上所谓的创祖代的千佛灵王万祖下界，大家都忘了千万年轮回中一直当人嘛转世当人里面，不管造了多少业转世不管是当人六道轮回中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些植物啦甚至石头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转身其实难以想象难以想象，你可以称为八大轮回都可以世上很奥妙宇宙间的一些事情世上只有到创世主整个传华才会真正的打开。那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介绍四大圣人的出世呢？世上2500年前这四个圣人呢，其实他们呢都是按神的旨意呢整个安排呢下世挽救人类那种败坏的人心他就把他拉住了，拉住人类不要败坏的太严重，尤其又要这样为未来创世主他在整个真正的正法传法了红传宇宙根本大法打一个基础，让世人都知道神神与人的关系啦，还有这些这些所谓的修炼修道的这个概念普遍的让人民一般的老百姓们这个世人呢，皆能够有一个修炼对神的理解对修炼的概念呢这个总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的机会在为创世主呢的未来弘传大法而讲铺路。那其实我们讲到像苏格拉底来讲，其实那创世主有讲他是希腊人那边的先知他先知其实就是他们的所谓的类似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像老子这样的一个哲人大家把他当作哲学家，其实他是一个先知其实类似我们讲的神神下世的这种概念。那些耶稣来讲耶稣其实比较特别啦，耶稣在我们现在西元2019年，就是说耶稣下来到现在2019年还不到2500年，其实事实上耶稣呢他下来也出现了一些状况
啊，当年就是耶和华这边呢，他九重天的天使呢，对耶和华派这个耶稣下来呢，啊，准备当这个所谓的所谓人世间的东西用的圣人之一的时候，当然非常不服气了。大天使哈，天使长不服气呢，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呢，来离开耶和华的阵营了。啊，后来这个耶和华啊设立了新的这个天使长哈，跟耶稣呢带着他的部队呢去攻打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分之一脱离的这个其实有点像类似叛变哈，这个实在不可思议啊，怎么天上还有这种事情？事实上这个都有很大的玄机在背后啊，因为会安排了一些很大的事情在人间啊，所以有些神呢他动的一些手脚在这个更高的层次里面呢去操控了这些事情。那未来当然大家在得法以后自然会恍然大悟。那事实上留下来的信息里面也被人把它写出来了。后来在天上征战呢打了三天了。天堂那边打了三天的仗最后把这些这叛变的三分之一的天使打下来哈，打下来其实担任了所谓的这个魔杖的这种角色，就是类似撒旦的角色哈所以这个后来耶稣在下来的时候人间已经过了500年了所以这个西方东西方的这个四大圣人出世在耶稣这边就晚了500年下来哈那也不影响了，事实上耶稣这边的话整个他的红船哈其实也蛮惊人的哈全世界的基督徒也非常非常的多哈这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内涵的一些转世过程哈，各位上网可以查到相关的资料。那释迦牟尼佛的下世转世的留下来的这么多的经典哈，其实也是不简单的。那事实上，为什么印度呢？现在佛教呢，释迦牟尼他在尼泊尔那边呢转世呢然后呢，一直到现在呢这个印度的佛教哈，整个都不见了。当然是近代又出现了哈。那实际上印度呢之所以佛教会整个不见呢，传书也有提到，类似说后代的一些修炼人这出家人呢他自己证悟的不同层次的理呢他就也是写出经典啦，那参到这个佛经里面去了。那因为这个层次呢不一样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敌对的一些宗教体系呢也把他们的东西呢渗透到这个佛教里面去了，所以佛教这边呢其实就变得非常杂乱了到最后其实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嘛，一直接着正法500年，后面就是相法末法那现在已经说实在东西方呢都在末法时期。那我们东方的老子来讲，各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是我们道家里面很高的尊神所转世所以东方呢我们还是以这个东方老子这个道家体系整个历史的传承是比较重的。一直到这个佛教呢在这个西汉时期传入中国的时候呢，整个慢慢的打开来了那其实也是为了创世主弘传他宇宙根本大法，以弥勒之佛乘呢打个基础呢，所以从印度的小乘一直到中国的大乘，到最后唯一佛乘，真正唯一要修持的就是这个佛乘大法，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从佛的果位修起的话，这就是创造主为千佛灵魂万主下界要准备的话，为什么宇宙在更新，宇宙成住方面在更新，所以需要这样把宇宙的根本大法在人间整个打开那很多的神在天上很高的层次中，其实当年呢创造主号召的这些宇宙层层不同层次空间的庞大天体世界的王法王天主随他下世正法。
每一个层次上呢，从非常多的神都不敢下来啊，啊，宁可在天上呢直接接受这个创世主的正话哈、啊，童话这部话、啊，很多都不敢下来。那、啊、很多勇敢的这些神呢，非常相信创世主呢，他的一心呢，整个哈、啊，想要在人间历练啊，这样得法亲自呢得到这个宇宙根本的话啊，来改变自己的世界哈、啊，啊，建立威德，改变自己。所以随着创主一路沉沉下走，这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了，冒着天胆、啊、把自己的国位、啊、智慧这个神通、啊、这个神的一切荣耀的一切全部这样锁起来、啊、沉沉下走，一直锁一直锁，锁到人间，这个披上人皮，洗掉所有记忆神通全部锁掉的时候，全部干嘛，就是一个人哦，在这个颠倒的三界里面做人呐、啊，啊，开始随着这个人的历史演变呢，啊，文明史的演变里面呢，啊，参与了很多的创始他带的啊，大家一起完成的这文明史哈、啊。所以其实啊，陆续在不同层次下世的这些神陆续下来非常多啊，所以创世主在过去的文明史里面常常啊，同一时代呢，同时呢分身啊，同时分身啊，就是同一时代好几个人都是创世主本身哈、啊，他必须去分身过去结缘哈、啊。啊，那结缘受记，以便于这次呢，他真正的亲自证法的时候，各位呢能够有个人的身体，可以这样，可以听闻大法哈、哦，可以啊，同时以佛在世嘛，以创世在世的时候，能够得到这部法的因缘呐、啊，通通有安排，通通有安排。所以在整个啊，我们前面有讲到啊，创主赎了三界一切众生的罪哈。哦，是让创主无私啊，他不会因为对谁比较亲呢，他就特别照顾了，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对一切生命啊都是无私的，真的慈悲到不可思议。所以他同时赎了三界一切众生的罪，在赎了一切罪的时候，地狱里面呢，他把他这样一样赎了这些所有这些可能啊，千火灵王万族下界的这些伟大的神呢，在这个陆续转世中啊，这个造的不可思议的业力也在地狱中，所以必须让他们有人的身体啊能够上来。所以同时啊，清空了地狱呢，整个同时也整个三界往上提升了、啊。所以事实上大家的整个的经历都是不可思议的，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众神都非常赞叹，赞叹创世主的慈悲哈，因为要赎了一切众生的罪，光是赎了一个人的业力啦，那个就不可思议，那简直已经不可思议啊。这个啊、这个创世主呢曾经提到历史的事情哈，就说其实要救了一个人很简单，像山那么样的啊业力啊，事实上啊，就是当时呢就必须喝下一个大的水缸那样的毒药哈。好、哦，那是一个形容啦、啊，啊，其实很多真实的状况，创主是不希望这些弟子去看到的哈、哦，他自己在默默的承受，其实也不会跟所有的人呢这样去讲，他就是这样承受，这个是不可思议啦。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啊，微尘公会介绍的创主的承受，或是那个复活节伊斯的啊这样的一个蛮大的这个天机哈、哦，这个复活节的天机。啊，法国500年前，法国预言家诺查达马斯，他看到了世上宿命通达，他看到了东方的圣人伊斯德哈，这个为人类承担到不可思议啊！1999年呐、啊，7月，他为宇宙的天体哈、啊、里面呢，而且为了挽救宇宙天体，更新的宇宙天体，整整呢、啊、闭关了9个月，承受宇宙带来的。塌下来的这些黑色的业力啊，这些必须要把整个宇宙天体啊转化掉的这些不好的物质，对一个生命也是一样，一个生命已经完了，它被打到地狱里去以后，甚至人类几次这些所有神在历史不同层的神都安排中是要毁灭掉人类的，所以很多的世界末日的预言那不是假的，全部都真的，只是一路过来全部都被创世主承担转化掉了。
好、哦，一个人的承担，一个人就如此了。所以创祖曾经就提过说，渡人啊，大家都在讲渡人啊，其实谁能渡人啊？一个人不只是人间啊，千万年轮回欠下业力啊，他天上转世下来，层层都结缘的，层层下走的过去愿，欠了多少神的这个如何还啊？欠了神了怎么还？啊，欠了在人间转世中，这个业力如山呢，这一个还啊，怎么讲？一命还一命啊，这个三界啊是非常险恶的，所以神一下来，其实几乎都没有能够再修回去的哈，没有再回去的。很多神当年啊，为了挽救他的天体世界，也是一样哈啊，亲自自己下来，世上下来的就没有回去的啊，通通没有。不管你修多高，其实哪怕也有像类似书三界的这种层次的这个高级生命修成哈。但是全部都是被保护起来，被包裹起来，它不能离开的哈。其实宇宙在正化啊，进入三界就是被污染了，所以是不能离开的哈。表面看起来出了三界，事实上还是被神所整个把它包裹起来了，不能污染哈，不能污染宇宙的这些正华里的宇宙啊。虽然是宇宙成住幻灭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们一路过来跟各位觉天地就解到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哦、宇宙在成住幻灭中其实已经这样已经爆炸，但是呢创世主及时的洪传大法的过程，他在人间同时传法，同时震宇宙天体，更新的宇宙天体不再成住幻灭，所以他及时的追到这个爆炸的啊，这个爆炸的破，然后这个阻止了这个爆炸。所以人类发现到好多预言都没有发生了，什么预言没有发生？世界末日的预言没有发生，而不是这古圣先生的预言没有哈。古圣先生讲到创世来的这事情，通通都在印证之中。只是人类的灾难都被一一的被挡下来了，其实未来人类都知道这将会完全明白，全部都是创世主为人类的承担啊，为人类承担。今天特别为大家讲到四大圣人的出世呢，其实重点是因为这四大圣人为这个创世主呢铺路呢，未来的红传道铺路，下世来传出这些佛道啦，西方的这些啊，基督教呢，类似这种的所谓的这些啊，这个所谓的神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教化哈、哦，这是不简单的。啊，那苏格拉底这边当然以哲学家的方式，当然后来他们的西方影响西方的哲学非常非常大了，就是世上其实都是神啊，神的这个法理哈、啊，在人间转出来，所以西方人在信仰方面呢，啊，以祈祷啊，以这个心性的修炼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啊，他在智慧上的增长中，对神的信仰中，也留下非常好的那种啊这个法理规范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到哈、哦、四大圣人出来，也是感谢这四大圣人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创祖在弘传大法的这一个五千年文明里面，他们这样现身来，啊，把神啊、啊佛啊、道啦、啊，啊，在人间呢，啊，这个以人的关系呢的啊，这个传出来啊，让我们相信啊，这世界上还有神佛道哈、啊，这些生命，让大家懂得所谓的修炼的概念啊，知道说神尊敬的神哈、啊，神的存在。啊，这是他们最最重要的啊，留下了很多的预言，对创世主来了这个预言也在其中哦。实际上，因为这个，其实他们讲的很多的东西是非常广的，只是我们不见得都有亲自看到啊，涉猎到。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使命而来的神，所以像释迦牟尼佛他呢。啊，在起气生子以后呢，后来呢，啊，看到生老病死呢，所以他悟道呢，要去出家哈，要寻求生命的啊根源，要点破宇宙的天机哈。结果他苦行六年呢，后来呢他觉得啊苦行不对哈，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他下决心啊，坐在菩提树下，因为这个圣人在这边啊。
啊开悟哈、啊，所以被尊称为菩提树的一个菩提树下哈、啊。那事实上是时间到了啊，去天上的神呢，更高层次的神呢，啊，大家安排的时间到了，就打开了。释迦牟尼佛哈，释迦牟尼佛的记忆啊，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是不知道神佛在安排的很多事情的一些天机啊。这次创世主他点破了很多的玄机啊，啊，各位才知道说哇不得了，释迦牟尼佛啊怎么苦行这个六年就啪开悟了呢？啊，所以慢慢的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记忆被打开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他就记起他过去修炼的这些方法哈，还有一些法理呢，他逐渐的这样开始讲出来，啊，给他的周边的弟子开始传法弘法，一共49年，所以49年来呢，释迦牟尼后来呢，最重要讲到叫大家皈依的是弥勒之佛乘大法，所以呢。啊，所以罗汉的弟子啊，菩萨弟子，你们都不要回去啊，一定要注视哈、啊，在人间吃苦，因为弥勒即将要现身哈、啊。啊，在5000无明时里面，事实上释迦牟尼都看到了，所以56万年的宇宙膨胀速度加快，时空加速之下，人类自己没有特别感觉，事实上整个人类空间经过了56亿万年，早就过去了。所以弥勒圣人下世的事情啊，这个释迦牟尼在这个弥勒呢啊，这个啊下生经呢上生经中提到56万年，其实上是真的哈、啊，这早是已经过去了哈、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前面在跟我介绍的时候，这圣人出世的天机的时候，其实也破了很多的谜啊。其实圣人下世悄悄然哦。啊，这个各位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也悄悄在整个打开来了。事实上这个弥勒圣人创世主呢，入三界趁着弥勒之佛乘呢，他以弥勒呢衔接第五个佛的身份呢，弘传从佛的国修习的宇宙根本道啊。所以就像妙华莲华经、法华经、正法华经讲到了这个所谓的啊唯一的佛乘，小乘大乘都不是，大家要修的是唯一佛乘，所以给千佛灵皇、万主下界的万王之万王呢，这些 天上的法王天主呢，庞大宇宙天体的这些神呢，啊，就是传出这宇宙的根本大王，开天辟地创造宇宙的根本大王，啊，这是各位应该得的法，所以这个正法宇宙的正法在创世重传已经到今年的哈，今年的513已经是27年整了哦，在这两天哈，事实上就已经是啊这个所谓的创世法弥勒圣人他弘传啊大法第27年哈，第27年的周年庆了，人类的无名史哈，整个天机呢就是为了怎样？为了这次的正法，整个三界创造也是为了这次正法，迎接了千佛灵王万主下界，这个整个天机终必整个完全打开，微尘也在陆续的在解天机哈，随着创作者正法，宇宙已经更新完毕，现在目前啊全力的在进入法正人间。啊，微尘以一个传承啊，这个大法弟子呢，传承者的一个啊弟子的身份呢，也来注师正法啊，努力的是全球弘传开来。那各位呢，其实各位在创始的这个一眼中呢，事实上都看到了，各位呢，其实有80%以上都会来正面得法哈、哦，还有很多一起来帮忙的。啊，扮演角色是不一样的。那各位呢，现在能听到微尘啊，跟各位介绍各位的这个殊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各位呢，赶快也要去得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哦啊，赶快去得到这个创世主在人间哈、啊、留下来啊。其实他整个在中国大陆弘传开来的时候啊，说3年以后呢，他这个弘传了3年以后呢，他就留下就转。他把他的整个讲法呢，啊、哦，整个50几场的讲座里面呢，浓缩起来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呢有9讲哈、啊，
这本书的名字叫《创法轮》哈，金黄色皮金色的字哈，《创法轮》台湾的疫情书籍哈有卖哈，台北桥下哈，这个重庆北路台北桥下的疫情书籍有卖，各位可以在网络上可以订购，疫情书籍也可以买，博客来这边三名书籍都可以买到这个书哦。当然，创始弘传大法已经这个将近27年吧，所以他很多海外的讲法，很多也印成书了，大概将近呢整个出书有叫45本左右，还有一些近期的讲法还没有整理成书哈。所以各位在看这些法典的时候，其实各位的智慧哈，宇宙天机的智慧，各位的天体会层层的打开哦。这个不是一般我们在谈的一般人的读书没有，这是法。所以各位呢，得法的话，你身心的变化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讲的全部都是另外空间哈，各位可以感受得到哈。人呢披着人皮呢，两个分子的眼睛呢，这个以为就是整个宇宙就只有这个空间，其实不是哈。宇宙层层空间，还有代表各位的层层的身体，层层不可思议的身体哦。当你的智慧打开的时候，你会这样明白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哦。那这个创祖传法到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法证人间，全球普渡前面的整个打开，这是已经都是在准备都已经准备好的事情。接下来各位呢，弘传大法号人传人呢，各位也是有责任的，因为都是因为花愿呢跟创世主有发过愿，写下了这个誓约哈，才能够在人间得法。创世主讲得清清楚楚，这一世的所有的这些世人呢，都是因为这样有这个发愿呐，包含近期在创主下来开始传法出生呐，开始传法这个过程。天上非常多的神啊，纷纷下来啊，纷纷下世啊，下世像雪花一样的下世，以至于人间啊，人间的人皮不够用了，转身在动物跟植物上啊，很多啊，很多动物上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保护动物的事情啊，才会出现啊，这个是很多背后的因素啊，它会带动人间的很多变化。那各位呢要能够随时盯着我们围城啊，围城的这个解开天机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呢，为各位揭开红尘啊，这个跟各位讲到这个创世主啊，这个所谓的圣人出世的事情，世纪大业的事情啊，万年梦想的事情，梦醒啊，万年梦醒的事情啊，各位呢赶快在我们频道啊，这个 YouTube 的频道 YouTube 的频道里面订阅啊，订阅我们啊，这频道是红卫城啊，宏伟 HOMEWAY 空格 CHEN， 这个是我们的YouTube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频道哈，各位点阅下去，我们有新的这个整个展开的新的这个主题呢，项目呢在 YouTube 上各位马上可以看到哦。那今天呢，我们呢把这个四大圣人出世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创世主在未来整个弘传大法准备。2500年前、2000年前，整个这些神哈，东西方的神下来都是为这件事。当然还有近期的几百年前的这些所谓的刘伯温还有这个我们所谓西方的诺扎达马斯，这些还有很多啦。当然耶稣的弟子约翰写的这个启示录也是都讲到万王之王下世的事情哦。他讲到的万王其实天上的法王哦，不是人间的王哦。不能污蔑这个所谓的耶稣想要做人间的王，不会哦，一个修炼的一个神哦，其实不会贪恋人间的这些王位的什么这些东西哦，他其实几乎都是舍近的哦。因为整个人的智慧要打开的时候不会看重这些人间的物质啊，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啊。那希望各位呢也一样，听到我们的 YouTube 呢，赶快红传出去哈，介绍给你的朋友好朋友这些甚至你们的 Facebook 上啊、Line 上呢，还有你的 Blog 上呢，赶快把这些信息呢传出去。这个人类呢，在200年前呢，这样的一个工业革命开始呢，其实外来生命介入，一直到现在网络系统科学包含手机这么发达，其实
将计就计，充足的将计就计，就是大家利用这个系统哈，这些啊科学哈，表面的科学这些东西啊，来做弘传大法哈，来整个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哈。当然，未来的宇宙里面呢，啊，事实上不好的东西哈，这些啊比较表面呢啊比较不好的科学都会啊都会处理掉哈。人类要恢复最好的状态里面哈。啊，不会被操控在这些很表面啊的这些科技里边哈、啊，那所以人心归正啊，众德行善，万物更新啊，这个就是一言中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哦。那现在我们今天呢啊，这个四大圣人出世，我们就讲到这里哦。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